们会说话，张嘴就高能。我是小十一，今日嘉宾彩鞋。如果他们会说话，还原手工达人，劲爆新闻。手工达人彩鞋今日亮相戏鞋集市。大家好，我是彩鞋，欢迎各位青衣花旦，大家都有机会得到满意的款式哦。不是青衣花旦就不可以穿吗？那当然了，穿彩鞋的都是戏曲舞台上的女性角色，由于鞋面缎面绣花，鞋底轻薄耐穿，成了女生们短途旅行长途跋涉的必备单品。那我要选一双送给花旦姐姐。慢着慢着，鞋头缀着彩色丝穗的才是正品彩鞋，你可要认准了。为了与青衣花旦们的服装相协调，我选用的都是红蓝粉等颜色制作彩鞋，天女、孙玉娇、杜丽娘可都是我的忠实顾客呢。轻便省力又美观的彩鞋在戏曲舞台上十分天才，也是绝大部分青衣和花旦的最爱。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留言讨论哦。